星星，不是你干嘛呢？怎么不开灯啊？啊？怎么了？你这么晚才回来，去哪了？哎，跟几个朋友吃饭呗。谁呀？我认识吗？哎，你不认识。都吃什么了？披萨。哟，这么潮啊！ 你以前不是从来不吃披萨的吗？说那是外国馅饼。嗨，这不是偶尔试试吗？真巧。我看姚家人的朋友圈发的，他晚上也是吃的披萨。你到底想说什么呀？想说什么你自己心里清楚吧。你和姚家人到底唱的是哪出啊？你们这么天天一唱一和的躲着我有意思吗？这话过分了。 我过分，你跟我最好的朋友好了，你们考虑过我的感受吗？要说过分也是你们更过分吧。不是欣欣，你听我说。你别碰我！我刚看了遥不可及，里面聊到了闺蜜的话题。我就想到大学那会儿，我跟佳佳多好，每天都黏在一起，形影不离的样子。 他对于我来说真的是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朋友。你们现在这个样子，我真的接受不了。不是，爸，你就告诉我，你到底是怎么想的？星星，我突然明白了。 其实我对她的感情，那都是对你的转嫁。来，是啊，佳人她确实是一个好姑娘，又年轻又有活力，而且很懂我。但欣欣，你知道吗？ 在爸爸的心里边，你是最重要的、最珍贵的。任何人和任何事情都不可以伤害到你。虽然我欣赏家人，但我跟他现在只是朋友，以后也只能是朋友。真的。 爸爸把心里话都说出来，就是不想让你因为这件事儿受到困扰。我想让我的星星永远快乐。之前的事儿，爸爸跟你说声对不起。哎，好好休息。 床了，阿成，起床了。你没事吧？没事啊。这才几点啊？你起那么早干什么？很晚了，我们要去锻炼身体。走，这么大把年纪了，确定锻炼身体？ 你看我裤上好了，走，你看太阳这么好，你在这睡觉浪费时间。你先下去，我马上下来啊。哦
快点啊！好、哎。哦跟上！瞎吵吵还跑步？我真的不行了吧？啊，慢点啊！跟上！你怎么跑这么快啊？老程，我明白你的意思，我们还可以做朋友吗？可以。遥不可及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，遥不可及那个主持人姚佳仁是我的师妹。我看过她两期节目，这个女孩子啊太灵气了。嗯，做遥不可及屈才了。哎，陈光，既然你们是师兄妹关系，不如你找她聊一聊，看她愿不愿意和洪硕合作。我可以为他量身打造一档节目。哦，孙总，您还不知道吧？姚家人背后的金主是程建业。哦，这个我还真是不知道啊。哎，程建业的女儿也是你的师妹吧？啊，对，程心和姚家人还是闺蜜。哦，这事儿有意思了。喂，家人，啊，我是你杨师兄啊。师兄，哪个师兄啊？就是杨师兄，杨晨光。你给我打电话干嘛呀？是西西出什么事儿了吗？啊，西西没什么事儿，我就不去找你了。你和西西是闺蜜，我知道，但是我和你也是校友啊。家人，虽然你和孔浩、程心的关系不如以前密切了，但是我还是想为自己解释一下啊。曾经我和孔浩、程心确实有一些不愉快，是我当时做事欠考虑，我鲁莽了。现在我和西西在一起啊，你又是西西的好朋友。如果你能对我冰释前嫌，那么我想西西也会很高兴的。行吧，有什么事你说。哎，也没什么大事，就是你主持的那个脱口秀啊，遥不可及。哎呀，我看了，反响很好。就是，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和洪硕合作一把？和洪硕合作？我知道你程氏集团的嘛，程总很器重你。但是，我以师兄的身份跟你说句心里话，在演艺圈，多给自己留条路，总不会有错。家人，你现在什么东西都要依靠程总，你和程心的关系能好吗？只会越来越糟。你只有离开程总的庇护，你和程心的关系才有可能修复。行，咱们约个时间，见面聊。可以。
你等我微信通知。郑谦，今晚有个酒会，邀请了不少风投和基金公司的人，以后一起参加吧。他们对年轻创业者很感兴趣，说不定对你的工作是有帮助哦。浩子，浩子，晚上有时间吗？哎，家人，这就是我们的孙总，孙总，这就是姚家人小姐。姚小姐，你好。你好。啊，都别站着了，咱们坐下聊吧。哦，好，请坐，请坐。家人啊，孙总很欣赏你。特意让策划部啊，根据你的气质，策划了一档美妆栏目。我对美妆栏目是挺感兴趣的，但是我做脱口秀才刚刚小有人气，根基还不是很稳。况且我的粉丝对我的喜爱和遥不可及的关联度很高，如果这个时候贸然去做美妆栏目的话，我担心粉丝不会买账。这你不用担心，孙总全给你想好了。我们每一期节目啊，都会请一些明星嘉宾和你一起分享美妆的经验，帮你拉人气啊。这样是挺好的，但是做主持最怕 hold 不住场了。如果大家的关注点都在明星嘉宾的话，那我这个主持岂不就是舞台上最大的陪衬了？姚小姐请放心，这档节目是为你量身打造的，自然就会以你为中心。明星嘉宾只是为了带流量，我们要捧的人是你。哎，对对对，捧我。对，已经成名的嘉宾的确有巨大的商业价值，但是我们宏硕更愿意投资潜力股，在不久的将来赢得更大的回报。家人，还记得我之前跟你说的话吗？多条路总不是坏事，孙总真的很器重你的。啊，那行，那我回去考虑一下。哎，没问题，这么大的事情当然需要好好考虑了。好，那就谢谢孙总了，我考虑好了跟您联系。那我先告辞了。好，行，我送送您。孙总，我送他一下。嗯。喂，我已经见到姚家人了。我当然知道他和程介业的关系匪浅，不然我也不会找他了。啊，放心，我一定会小心行事的。我没迟到吧？其实我早就出门了，但是为了不压轴这身西装，特意打了一专车。结果那专车司机师傅他不认路，绕了半天。就你一个人？啊，郑钱他在忙脱口秀策划案的事儿，
他说他不过来了，让我替他过来。你走吧。我今天穿的这身还行吧？挺好的。听说你们今天这个酒会有好多大佬参加，这个冷餐台布置的也真不错。金融业就是高大上。嗨，琳达。周总。好久不见。这是。这是我朋友白日梦工作室的孔浩。你好。琳达，来跟这位朋友。啊，我去那边转一转，你们先聊啊。琳达，这是张总，就是经常给你介绍的张总。经常听周董提起。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。我给大家讲一个祝酒的笑话啊，说从前啊，有一个老头，他姓铁，他得了一种怪病，没头发。你们知道他得的是什么病吗？什么病？老铁没毛病。这是谁？你朋友啊？大家好，我叫孔浩。聊什么呢？那么开心。哎，琳达，这也太巧了吧！没想到能在这儿遇见你。各位，我给大家隆重介绍一下，这就是我经常提到的琳达，年纪轻轻的就已经是非常资深的基金经理、投资部总监了。琳达，久仰久仰。以后还请您多多提醒。列刚，不好意思，不知道你是琳达的朋友啊，失敬了啊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不好意思，各位，我们还有事，所以先走了，咱们改天再聊。好，好，回见，再见。你有事啊？什么事啊？秀池在排门网，我没心情了，走。啊！啊，不，你等会儿，你的腿往里面合拢一点。哦。跟肩膀一样的。哦。屈膝。嗯。你背别驼，背、哦，对，哎，差不多，来。抡了。嗯。哎，对。手臂不要太使劲儿，啊，用腰部，腰使劲儿。对，你把这个手臂想成一个轴，明白吗？轴就是靠腰部的力量带动手臂啊，然后这样，腰部使劲儿带动手臂，一气呵成，连贯的一个动作。来，你试试。挺好的。这还挺好，你别埋汰我了。有进步，有进步。算了，不打了。再练一会儿。不行，我累得不行。嗯，对了，老程，嗯，我有件事情要找你商量一下。你说。最近有家公司想要找我做美妆栏目。都详细谈过了吗？哎，你觉得靠谱吗？嗯，他们的思路是想要请明星嘉宾跟我一起来介绍这个美妆秘诀。嗯，我觉得这个思路倒挺靠谱的。嗯，但是我还是想听一下陈老板的意见。嗨，这是一个好机会，我觉得你应该上。对了，这个项目是哪家公司做的呀？红树传媒。红硕，嗯，不是你是怎么认识红硕的人的？我有一个师哥，他是红硕传媒 CEO 孙总的助理，所以就找到我了。老程，嗯，我问你意见呢，你怎么不说话呀？你见过孙俊宇吗？嗯，见过了。他有提到过我。你俩还认识呢？哎呀，我们俩认识十多年了，不过呢，我们在生意上从来没有往来过。我觉得这个人做事儿
没规矩。那我不跟他合作了。遥不可及是腾达的项目，大家都知道楚总跟你的关系，那他肯定也知道我是城市的人，就这样他还口口声声的说要捧我，谁知道他安什么心呢？我还是踏踏实实的做我的遥不可及就好了。好，能进能退，当断则断，颇有些大将风范哦。这还不是跟你学的吗？嗨，哎，对了，这一周你们遥不可及啊，我去探个班。你探班？嗯。那白日梦那群人不得炸锅了？哎呀，你们一帮小孩子在棚里面录节目，我是不会进去的，我就片场外等你，啊。行。那不见不散。不见不散。先不好意思啊，我先送你回白日梦。好，谢谢。心情不好吗？挣钱，他真的那么忙吗？他以前不管他再忙，只要有拓展人脉的机会，他一定会到场的。不过现在不一样了，白日梦小有名气，对资源的渴望已经没有从前那么迫切了。没有，郑前一直说你是白日梦的贵人，他很感谢你的。白日梦的贵人？嗯。但是我影响了他跟程心的感情，所以他怨我。怎么会呢？这说的是哪儿话？这是。今儿老郑生日，我给忘得一干二净。所以你叫郑前参加宴会，是想给他庆生？原来参加宴会是借口，怪不得你今天看见我一个人来的时候那么失望，我还以为我自己哪儿得罪你了。今天真的不好意思。没事儿，说的哪儿话了？琳达，咱们在前面路口右转吧。右转？嗯。白日梦不是直行吗？先不回白日梦，带你去个地方。我跟你说啊，我小时候家附近也有一个这样类似的公园，那是我奶奶天天带我去遛弯。后来我跟我爸妈来华海，只要有不开心的时候，就会来这个公园。看着这些大妈们啊，我就觉得看见了我奶奶，他们都那么积极乐观。哎，看那边大爷大妈们，他们都活了几十岁了，还能在这开开心心的跳舞，就说明这生活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坎，只要你想过得好，那么日子一定就会生龙活虎。我跟你说这个呢，就是想告诉你，不要老在那些不知意啊或者不如意上，
等你老了，你就在这个公园每天美滋滋的跳着广场舞，这样你根本都不记得现在发生了什么事儿。我发现你这人真的还挺逗的，劝人的方式都那么特别。Hello， 哎呦 ，Hi，Hi，BB，BB，BB， 谁是 BB 呀？你怎么知道叫 BB 啊？我们家的狗就叫 BB， 好可爱。拜拜。每次看到动物，看到狗狗都好开心啊。看得出来。其实我觉得像你这么优秀的人不应该只在一棵树上吊死的。什么意思啊？你这么聪明应该能明白我什么意思的。其实从小到大我都是一个特别拼的人，拼命的考好成绩，拼命的上最好的初中高中大学，毕业之后呢我又拼命地找最好的工作。你刚才说什么优秀，那只是你们感觉的社会层意上面的定位。如果说你现在问我说梦想是什么，我完全不知道。所以你见到像郑钱这样的有志青年就有点把持不住了。我之前啊一直不明白你到底喜欢那小子什么，但是现在我明白了一点点。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，其实我也不知道我这一晚上乱七八糟的在说什么。我都懂，就算再强的人啊也有一个发泄点。郑贤确实是个好青年，我也了解他。他呢这个人看着挺自我的，但其实他特别放不下孙倩。我之前像你一样在一段看不到希望的感情里痛苦挣扎了很久。我一开始以为放手之后呢会是无尽的痛苦，而后来我才发现放手那一刻是最痛苦，之后伤口会慢慢愈合，直到完全崩溃。放手好啊，那你帮我个忙吧。你说。你帮我把那个生日礼物送给郑钱吧。这个呢还是你自己去送吧，就当你放手的一个仪式。今天谢谢你。不用谢，跟我就不用这么客气了。但是呢你要真想谢我的话，跳个舞吧。别闹，终于看见你笑了啊。你俩这唱的是哪出？万一把我吓坏了，或者把小宝打伤了，那怎么办？我感觉你应该见过世面啊，不会被吓到的。谁知道你也有害怕的东西啊？祝你生日快乐，
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今天是我生日啊，我都忙忘了。本来啊，我也忘了，多亏有林。多亏什么？临时有小宝提醒我才想起来的。还是小宝有心啊，谢谢。啊，我没。你就别说话了啊，看看鼻子有没有事，快来。一条祝福信息都没有吧？看看这失落的小眼神，也不知道盼着谁祝福。那还用说？那往年欣姐都是准时12点整发祝福短信，那今年12:08了。我觉得今年悬了。这样，明天是周六，我们帮你办一个生日 party。一来呢，最近辛苦了，该休息一下；二来呢，你把程心请过来，跟人家服个软，赶紧跟人家和好吧。男女吵架最忌冷处理，冷着冷着就分手了，懂吗？哎，对，你给欣姐发一个，我给西西发一个，看看人家小宝。赶紧给人程心发个信息，展示一下你的诚意。早这样就对了，敢做敢当才是个男子汉。小宝和浩子要帮我办个生日派对，下午3点在白日梦，你也来吧。这志气行不行？还是我出马，给程心打个电话吧。看见老郑给你发的微信没有啊？啊？什么呀？没看到、啊。我和小宝想给老郑办个生日 party， 你也来呗。啊，我这段时间挺忙的。你们 party 几点啊？3点，在白日梦。
下午3点啊。行，我看一下我的 schedule 啊。哎呀，生日一年就一次，你来吧，哥几个都盼着你来呢。西西他也来。哦，我看了一下，我明天下午也没什么事儿。嗯，行吧，反正闲着也是闲着，那我来看一下你和小宝宝。哎，那就这么说定了啊，拜拜。嗯，行，拜拜。明天好好表现。干嘛呀，西西？你今天一整天都对着我傻笑。今天晚上是你和挣钱的破云 party， 我一想到这个就高兴。我还没有想好要不要跟他和好。这给你厉害的，哎，我才挣钱，对不起，那三个字还没说出来呢，你马上就冲上去就说，哦，挣钱没关系。哎呀，你讨厌，我什么时候这样了呀？天天是胳膊肘往外拐，真是的。我跟你讲啊，这次你们必须得好了。要不这受折磨可是我，嗯，和好行啊，可是我跟你讲，和好之后他的好日子又到头了。我已经想好了，和好之后第一件事情，加法伺候。嗯，我都好久没有加法伺候了，我要活动一下筋骨。哼，哎呀，这程鑫还来不来了？这都几点了？我都快低血糖了。放心啊，程鑫这个人要么就不答应，答应了就一定回来的。蒙小姐，你觉得这样可以吗？挺好的。程小姐，头发做完了，请问满意吗？头发太精致了，太精致就显得太刻意了，就好像我为了这个 party 专门做了一个发型一样，那这样他们不就知道我特别重视这个 party 了吗？不行不行不行，我想要那种随意一点、无所谓一点的发型。无所谓一点，就是那种精致中透着一丝不在乎，但是你仔细一看呢，不在乎中又蕴含着一丝精致。现在头发太整齐了，太做作了，要弄对，凌乱一点，凌乱一点，挑出一点发丝出来，凌乱一点。哎，太过了，太过了，弄过去一点，弄到现在乞丐了都成。你把那个夹板给我，夹板给我。哎，这边。要不，你们帮我打电话问问他。谢谢啊，坐，对，快坐吧，小宝都饿死了。西西，我爱你。我刚才要坐着，筷子我都舔过了。这哪都一样。正，平时不是老念叨欣姐吗？这会儿怎么见到真人没话说了？那念叨，我才不信呢！就算念叨我，肯定也没什么好。
欣姐，我跟你说，他真的天天都念叨你，并且每天都没有坏话。刚才我都快低血糖了，就想吃一口那菜，一夹他就拿筷子打我，一夹就打我，真的手都打红了。欣姐，其实我就是想等你来了再开饭。没错，来吧，快来那个。今天我们在这儿给老郑庆祝生日，祝他生日快乐！生日快乐！干一个！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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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希望以后每年的今天，我们五个都能在这里齐聚，给老郑庆祝他又老一岁。来，再喝一个！来，生日！